小夫人，所有的粮食都已经清点完毕，除去今天林云损耗的一些粮食，一共是25万担，还差5万担。军令如山，一旦都不能少，况且幽州的将士们还在为天下安定不顾性命的拼杀，不能让他们饿着。可是，能收上粮食的州县。 咱们都去遍了呀。可是，还有一处。少夫人，扬州可不能去啊！是啊，少夫人，扬州可不能去。诸位，筹粮这一路，若是没有诸位帮衬，这25万担粮食，我是绝计凑不齐的。一如在此，拜谢诸位。 少夫人，您这说的是哪里话呀？我们这帮老骨头就天天盼着聚在一起，跟着少东家一起做生意呢。是的，如今还要劳烦诸位最后一趟，把盐城这最后一批粮食先行护送回幽州。那您呢？扬州，我必须去。少夫人，你们先不要担心。 我也并非贸然决断，扬州凶险，不仅因为王善权狠辣，还因为他背后有洛子商替他筹谋。但眼下我收到消息，王善权实现独霸扬州后，反而和洛子商出现了局域。眼下，洛子商并不在扬州，只有一个王善权，不足为。